你知道他跟他们说什么吗？我说过的话，你知道他们会知道。谢谢啊，我拿一点。哦，也可以拿筷子，然后他们会开胃啊，是不是？他们应该是没有吃这个饭。今天妈妈晚上又跟我打电话，她说今天太奶奶做的时间，今天也要拜拜。奶奶又说大奶奶喜欢分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吃，那要再做这顿东西多一点。奶奶，哎，不好。这行这行。扛你的苦吧，你。啊，对对对。回来以后是抽黄的，应该不管其他东西。对吧？现在要煮紫菜汤，他们是莆田人。很香，很香。莆田的西湖的莆田的菜，现在可以。大奶奶不要着急，我来啦！哎呀妈呀，我一直笑这个事情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他们都没有想，然后他们的孙子，重孙，孙孙被遭老外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还在，应该是我们会好朋友，你知道？嗯。我知道。我也给他们用一些叉子，他们要尝一下，试一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都是给他们好的东西，你知道？然后他们是开心。尝一下那个我重孙的那个洋媳妇，他们叉子是用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对呀、啊，我的意思这个的，煎蛋的。我都准备了。螺蛳粉，现在他们应该是喜欢吃螺蛳粉。紫。这个汁也拿出来。别动，别动！啊，这个一起床了，等下妈妈拉我扎头发。你胡子扎完了？没事，打起床没有。去吧，去换一下，去换一下。我要吃。等一下，杰森，等一下，拉我吃。这个妈妈，我也要放旁边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这样子的狗。我以前不知道我是吹爆这样子的，吹那是不可能。哦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对，吹爆吹不可以，要是这样子，吹就行。你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吗？我说过的话，你知道他们会知道。这是你的太太奶奶。他走了。好的，你拜吧。你想说什么跟他说？以前妈妈有点怕哦，看起来是老外，然后宗教不一样，但是后来看起来拜拜什么的，都很麻利，然后妈妈也很开心，也没有那些担忧。纪念太奶奶，就是我叫太奶奶，叫太太奶奶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不懂，所以以后长大你就懂了，知道吗？以后长大了。小
不跌。他选到我这儿，他选到你还是叫他太太奶奶？为什么？这个是不会变的。你永远叫我爸爸呀，会变吗？长大了，妈妈明白哈。爸，快点帮我收拾嘛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。哇，今天我们这铺天天气很好，好热啊，但是有风和树叶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事情都做好了。我知道，我有错了，有。做什么不对的，但是呢慢慢来，我会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我现在和学生一样，我也是慢慢来，会学会做白班的事情，什么这样子的事情都好。因为我是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没有这个。那已经很厉害了。我到你这了。对，到你这了。你很高，你愿意做就行了。小的事情不要看太多，你愿意做就很好。慢慢来。然后本地一样，心里一样，好的练不会，但是心里对，心里一样，脑子也是一样，慢慢来吧。对，佳欣、好了，现在能吃好吃的。现在的小宝宝你看他们有吃很多好吃的，他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。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我也不是这样子的。但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对，因为现在的人生活水平高了，跟以前不一样。我那个时候要吃一点，妈妈生气，她说等一下人要来你不能吃呀，因为楼不够啊。现在你看，妈呀。